该咋个处理？你们给我处理规矩。这个没给我们垃圾的，反正你们的工作人员先再过来批出来的，批这条路的你们的责任。妈妈批，当官的也不管，他们他们的活都没办法的了，不是？你们真的是，现在逼到人到这一步了。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，到现在还没拿到五等工资，还在这里公司上面十几人。你妈妈，你要把人逼疯。稳当，稳当，稳当。现在真的失去理智了。快下来！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先下来都等市场上面的，先下来都。我现在也不要那个，看到没？他不挣到了，他不挣到了，拿到拿到的。你能够放？晕到一个，这是第二个了，维权晕到了，然后找了三个了，今天这是第三的个，又弄了两个走了。业主们看哈，哎，对的对的，抬起的对的，讲究。哎呀。没得事哈，把他们手机拿来，我拿了。哎，好点好点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喂，他重要的话。喂，你下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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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弟，你不要乱，不要那儿到处传，传那个造成网络影响。我们在群里头。乌鸦几笼，下来都下来，快点。哎，累不累，大哥？这个就是工程，是吧？涉及到交房事件，因为我们现在按所有的这些东西来算，主要三个原因。但是刚才还有一个月球的星期六，说了每个周有个周报。周报是事务单位，我们这个住建局还有新华集团。我提个建议，每周的周报发到那个公示出来，发到那个售楼部的门口，一面漆下满上。要的，好吧，他们还会报更多的啊。他发给你，你来检查的时候呢，你没报到油漆，好，哄了你，你晓得啊？好，骗了我们晓得啊？啊，公示公告，每个星期，好不好？他们底下的人住到你底下。那你这个就整得我有点混了，你完全在批评我的工作。没有啊，没得关系。这个我既然说了这个话，我们这个事情我们会亲力亲为。今天我们来了那么多区领导。你看，常务副局长也来了，副局长也来了，常委也来了，政法委书记也来了，目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解决好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问题，刚刚我们有些业主当然也是为了那个房子才上的楼，然后你们那个派出所的，听说我们要追究我们的责任，然后我们都是受害者，我想请问一下市长，是不是后面要追究我们的责任？来，这个叫做。只要没有违规违法，你们的这种合理诉求我完全能够理解，有一点顾及行为，可能也是情绪化，这个没得啥子好大的问题。包括刚才他们说警察站那么多，害怕你们要冲进我，对我啥子侵犯，这些不存在。我本都是来自老百姓，跟老百姓是一起的，所以说没得关系啊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来就是跟大家解决事情那个马市长，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子认为，就是今天上到楼顶的哈，他们就没得啥子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有问题，刚才那个同志说了，他还有抑郁症，该治疗还要治疗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是亲戚的，还要认真的去帮助。我的意思会不会追究法律责任呐？不会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嘞，到市场上去。我们的好市长，但是呢，客观的跟大家说。